对面剑圣掉线了。 交惩戒吧，有点慌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危险呢？感觉有点蹊跷，他也没有偷我红，他也不打自己红，有没有闪？有没有闪？这被我二级点的E，啊？小兵打死了。 有点蹊跷，这波在下路没有拿到头，这剑圣应该要吃我红了。我现在还没惩戒，感觉我亏了呢。二级点一刷也很伤的。 很伤的刷野，我现在这血量去红还去拦不住剑圣，你知道吗？那整不了他。他要是只吃我一个红的话，我也不亏，就还是赚的。他要是吃我 F 6和石头了，我就亏了。看一下吧，这鳄鱼压线不住也有点危险啊。 F 6还在，还行。红不在了，那石头在不在？石头也在，还可以啊。那这个鳄鱼危险了，赶紧给鳄鱼发信号吧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反蹲，我血量太低了。 他可能想一打二啊！哎，我还是去帮他反蹲一下吧，我还是去一下吧，要不这逼一会儿再死。给他做个眼。哟，剑圣不在，还行啊。整体来讲，我们是赚的，因为他只吃了我一个红，我也吃了他的红。 那我还多拿了个助攻啊！如果这个下路河蟹也能吃到的话，那就太赚了。我要刺穿他们。 下河蟹不在了，小心剑圣啊！我发现这队友怎么不太做眼？不做眼就压线，多危险呢！剑圣这个英雄非常好防的，你只要在河道做个眼，他就抓不死人的。 升级五级，好，升级五级，没机会啊。
中路兵线吧，这波利桑罗去抓上了，中路没人管，我不能让他吃塔皮，不给他吃。一技能十秒，畏惧虚空吧。好，这边过来了。其实最好是吃完核心升六再抓，成功率会高一点。但感觉机会来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那就船长招靠后了，没机会了。这个世界被我有我在，有我在，可以打。杀船长吧，哇呀，这怎么各打各的呀，操嘞，我操嘞，这小子和我没想一块去，我是杀船长，他杀打剑圣，那打剑圣一开始搁这打不打呢？哎，我各打各的呢。船长叫我咱跑了，操嘞！没有沟通，我没有配合呀，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他也不知道我想什么。我以为他在那草里面会去打船长，你知道不？他真一出去打船长，他妈没想到他打剑圣了。绝对不会看到我。哦，剑圣还有闪，好烦啊！好烦呢、啊，剑圣也有闪。讨厌呢，剑圣没闪，船长没闪。无尽的饥饿，把第三波屏蔽了吧，这话太多了。先放上路吧，这剑圣该往下面刷了。抓不上，把先锋放了。或者放下吧，放下吧。上路狗头又抓不死，一会儿放下路吧。再来组野怪回家了。他好像拖不到了。回家吧，回家吧，把恶月屏蔽了，回家喽。先放放下路，我发现这把队友啊，就是你一走他哐哐干仗，你这么搁着他就不打。
然后他干死了，他给你发信号。好漂亮，大招，漂亮，先锋放了，啊，感觉不用放先锋喽，12分07秒，这塔能点掉的，啊，放了吧，船长交大宝塔，放先锋吧，啊，撞了吧，撞了吧。嘣，还行，再掉半血。你干嘛？不要吃我蓝啊！现在红刷新了，但是现在奶妈吧，应该会救他。而且我没有回家买装备，这不建议大家入侵啊。嗯，可以打，第三楼有大的。我发现咱俩总是想不到一块去呢，怎么？交闪，原地回家。我俩总是想不到一块去，我想先打德莱文，他又先打奶妈，每次我俩他妈打的都不一样。还行吧，这波得亏是伤害高双杀了，而且得亏是咱有闪现呢，兜里有个闪。有奶妈在不先杀奶妈吗？有奶妈在是先杀奶妈，但是刚才情况不一样，利桑卓配螳螂肯定要先杀德莱文啊，他奶妈挥不上来血的。挥不上来血的情况下，你就先杀德莱文；能挥上来血的情况下，你先杀奶妈。得看你们爆发有多少，这玩意儿没有绝对的啊。你爆发高的话，他挥不上来的，哐当就给他秒了，定住就秒了。你要说我是个猪妹的情况下，或者说我是个扎克的情况下，先杀奶妈，就没爆发的话杀奶妈。你配个螳螂，你不杀德莱文啊？守啊，上塔吧，这波上了没人管，我也管不住这狗头啊，我也只能守守塔。这狗头等级太高了，12级了，他不会开大拆塔吧？这逼有可能要开大拆塔。还行，这狗头挺给我面子的，现在想 Q 我，我不能给他 Q 啊，他想 Q 我一下，看看打我多少伤害，不给他 Q 就行了。走走走走走，绕一圈过来杀他，配合利桑卓应该能杀吧。还行。也比较极限了，这不利桑罗大招放挺好，他没有第一时间直接把技能全交，他 W 震完以后再缓一秒再放大，把控制时间拉满。
一会儿买布甲鞋了。就我在吃最后一度野怪，回家买装备，然后出来小龙了。布甲鞋吧，交易没用，兄弟，你一技能伤害太低了，就90点伤害，对于那狗头来讲不痛不痒。你刚才想杀狗头，只能等 Q， 你 Q 没好，光 E 过去没用的呀。小龙也抢到了吗？小龙没抢到。这奶妈在后边，我看能不能找到奶妈位置，然后再杀狗头。把鞋放下路吧，可以拆二塔。可惜这龙没抢到。哎，我们把先锋队友放中路上高地吧，这波下塔应该不用放先锋了，点就点掉了，就省一下，这先锋时间还有一大把呢。死，我不死，我他妈走不了了呀，老铁，操，我他妈走不了了，他开个扫描，我想隐身进在草里，我一看他开个扫描拉倒吧。走不了了，来个巨石短臂啊！感觉这把也不用做夜刃，这把直接上收集者就行了。有狗头的局，收集者处理狗头很好处理的。十字镐差50块钱。咱们等个十字镐吧。4块钱，消化，然后进。我们先锋放，那还是放下吧，这下塔没掉呢。13级进下先生野区，哎，这波最好不要打架啊，这死了话先锋就没了，这波不能死。这不一定要稳。把先锋放下了，把这红吃了。隐身，平 A 加 Q， 好闪啊！正好德莱文 A 不了我最后一刀，然后鳄鱼直接一个 W 配合我们 WQ 秒掉。奶妈没闪没大没引燃，感觉可以考虑大龙了呀，可以考虑大龙。我们现在人都在上半区啊，可以考虑大龙。有一个剑圣，这船长是没大的，可以打龙试一下，看速度嘛，尝试打一下。那船长没大招了，被发现了，速度还可以啊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有大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先拉开，进草绕后了。哎，剑圣死了就可以打了啊，可以打了。现在船长也没大，剑圣也没，剑圣也死了。
然后就是五十秒以后的听牌龙了，不能让对面拿听牌龙。这个狗都抓一下吧。惩戒触发先攻啊，要不你走到他身边他就给你烫死了。就你带先攻符文一定要先怎么惩戒摸一下触发先攻这符文。像狗头呀或者人马这种英雄，他有一个什么呢，他会有一个灼烧，就你走到他身边还没 A 他呢你就被他烫了一下，你先攻就触发不了，所以你要远距离的先摸一下，先滋溜他一下。来，小龙听白龙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这波没惩戒，但是剑圣在上应该是可以秒的。我现在 Q 伤害也非常高，920的斩杀线。我给金野去溜达一圈。正面吧，正面。拉开。拆塔，拆塔。隐身。大陆闪 Q 加平 A 直接秒。啊 ，Q 不了了，交闪加治疗了。那没关系，可以拆塔。狗头也在拆我们的塔呀。鳄鱼回家可以。那拆下塔吧，门牙摸不到，剑圣开大了，孤立，这就是收集者的好处。我大招五秒，先点塔吧，三下，两下 ，EQ 隐身摸不到，一刀斩，摸一下。哎呀，差点死了，危险！毙了！我回家买个夜刃。先攻伤害不低了呀，25分钟1000，这已经不低了，哥们儿，你这个时候黑眼收割也就是打1000多点儿，1200、1100那样。那你要知道这东西还给你拿了800块钱呢，你别忘了，这800是很香的。减速，孤立，平 A， 减速，孤立。孤立隐身 ，EQ 平 A 收集者隐身往前跟 ，W 减速，减速三个再隐身，没机会了。先攻，先攻好了，先攻30块钱，35，摸。
哎，没啥机会了。角度摸 Q 一下，减速狗头 ，EQ 平 A 收集者 ，W 收集者 ，Q 一下收集者，隐身，走侧边，隐身反跑，摸一下减速，点塔，点塔，点塔，溜溜球，接着要开大找我，交个一技能先往外跑。溜了溜了溜了，他家这个清线能力确实是强，有这船长一夫当关啊，倒不至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吧，但是这个高地也确实，他们家园保卫战打得不错啊。行了，这回他们是真守不住了啊！血量也磨起来了，刷两组野怪我也回血了。哎，还搁这守塔呢，还搁这守塔呢，兄弟们，这帮人像牛肉干似的，这嚼不烂呢。点塔点塔点塔，孤立平 A， 孤立隐身 W 隐身 AQ 隐身挥血溜溜溜溜溜溜溜，对面是牛肉干啊，兄弟们减速一下，有没有空？我们不要溢出去啊！溢出去的话，他就直接给我们那个了，他就 Q 我了。我们就在草里面打技能，他 Q 不了我。不用开大龙了呀，对面没塔了，开什么大龙？船长一个大给抢了，就被追了你。这个开大龙很蠢的，万一对面船长哐当一个大把你龙抢了，对不？他还能守一波，还能守一会儿。他家一个塔都没有了，过来拆了就完了。全杀，OK， 对吧？对面是顽强，非常顽强，也算是守到最后一刻，战死沙场了。